我还是念着你，连我也不相信我自己，我怎么学不会忘记，我还是爱着你，为什么我不甘心，会不由自主放松，我试着按下暂停留。停止在这里。过了那么久，就别再沉默。他们会哭哭了，哭哭了。看起来炯明唱过。原来是我不懂。请亮答案。这首很关键哎，有写有机会了，还是爱，还是爱着你。我不懂。还是爱着你。好，一起来演唱，还是爱着你。还是爱着你。我还是。相信我自己，我怎么学不会忘记，我还是爱着你，为什么我不甘心，如果没有拥有就没有失去，那为何我还会伤心。哎呦，你的声线好适合唱维里安，还是爱着你哦。对呀，对呀，对呀。请出题。No, this 啊，不会抓出去毙了。哎呦，这个很经典，但是到底歌名？我跟你讲，答错了，去躺在麦当劳德莱树中间。但是他的歌名都有听过，那歌名是什么？五哥应该会，来继续继续，请亮答案，一二三 ，Can live can live， 哎哎，不能离开你，不能没有你的离开 ，live 啊 ，without you， 高尔宣的，那么 can live without you，I believe， 哦，正确答案 without you 啊，真的是 without you， 对呀、啊。目前佑仁跟泽东两位拿下了50分，是的，凡凡跟这个炯明也40分，其他三组烂的，对不对？三组那个答的比较烂的，对，成绩比较烂，都是10分而已。起床哦，起床哦，加油！题目，请出题。每个人心中只有一个宝贝，久了之后，它变成了眼泪。哟，有旋律哎，亮牌，好考。Yes。是不是？那女孩对我说，说我是一个小偷。来，一起来演唱 ，Go。那女孩对我说，说我保护她的梦，说这个世界对她这样的不多，她渐渐忘了我，但是她。Thank you.